男星邓超拥有优良形象，绝佳综艺感，也备受观众们的喜爱。日前有一名网友自称是邓超的表姐，并拍摄影片透露邓超最近罹患忧郁症，除了经常情绪失落之外，还面临头痛、失眠等症状，目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。消息曝光后，网友们才发现近期邓超很少现身社群，甚至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发文了。而邓超的妻子孙俪先前曾发文透露，最近自己每天都会练习瑜伽，透过呼吸来释放压力，被网友们解读为他带着邓超一起透过瑜伽舒缓压力。虽然邓超并未针对传言做出任何回应，但日前他发文透露拍摄电影已经杀青，也间接澄清他鲜少发文是因为远赴新疆拍戏，才让粉丝们松了一口气。Bye.